信手拈来悠扬的琴声，林毅是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赛银奖得主，十岁时就获得全额奖学金到茱莉亚音乐学院预备班就读。不只拥有高学历与无数获奖经验，他的琴音更被纽约时报评为完美无瑕。如今回乡进入北师大音乐系任教。不是说名校就是好，对我来讲是 admire， 对艺术成长是最重要的。但是人家讲的话，他们就 Steven。由于爸妈都在台湾，再加上对教育的热情，让林毅选择返台任教。他认为音乐需要信念，因此他很期待能帮助学生成长。我这一年对教育非常有兴趣，我崇拜的一些钢琴家，他们都教过钢琴，教过学生。那我相信 this next chapter of my life。林毅除了在北师大教学，也不会放弃国际舞台的演出。他不求学生成为演奏明星，但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，确实打好演奏基础。林毅期待与学生共同成长，在音乐殿堂谱出美妙的乐章。中央社实习记者黄维新台北报道。